这是……啊，失踪的矿工都在这里！他们在挖什么呀？恐怕这条地道就是他们拼尽全力挖出来的。啊，那道门是本来就有的吗？挖一条通往古老封印的隧道。 若是没人发现，他们会一直挖下去，直到打开封印之门。难道说，封印里面有什么？怎么办？又不能攻击这些平民。